这是我们的材料包，里面附有了材料说明书，我们先把它拿出来。材料包的材料有这些，其中自备的材料有剪刀、美工刀、奇异笔、胶水、镊子、棉花棒、双面胶、透明胶带。场景一的角色有这些，场景二、场景三。翻开来，这里有附制作解说，下面有图解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制作。第一行的叙述，首先把想要的颜色利用奇异笔画出范围并剪下。接下来制作解说第二部分，再拿棉花棒沾取胶水涂在想要贴的地方，贴上时可以运用镊子放上，再用棉花棒另一端来压。接下来制作解说三，整个人贴好投影片之后，再拿一样的物件沾取胶水贴上。注意，沾胶水的物件方向要仔细看清楚哟。可使物件两面都可以当正面。当我的物件是这样时，我的物件要跟它相反，并沾上胶水。把物件都贴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做第四步骤。拿起场景折一半，左右两边各折 0.5 公分，折好摊开，中间突出朝下，左右两边 0.5 公分贴上双面胶。注意，怕折得不好看，就用美工刀轻轻画一条线再折。左右两边折的方向要跟中间相反。接下来，制作解说第五步骤。场景中心折线突出朝上，并拿起该场景物件用透明胶带贴于下方部分。注意不能贴中间，因为盖起来会折到。接下来制作解说第六部分，贴好之后拿出场景二，中间折线突出朝上，拿起无色透明片剪下15×10公分的大小，并在中间用美工刀轻轻画一条线，折一半，被美工刀画的面往内折，不然会裂掉，然后再用双面胶贴上。注意不要贴死，贴左右两边就好了。以上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看制作解说第七部分。拿起厚纸板，一样美工刀在中间画一条线，不要割太大力，主要是可以翻就好。接下来第八步骤，在厚纸板的左右两边各点下两个点，固定主要是粘贴场景时对齐使用，分别一公分，再来2.5公分。再来制作解说第九部分，场景三贴在里面的点的位置，场景二
是离外面1公分的位置。场景一是左右两边，这样就完成咯。以上就是我们的制作过程。